快吃啊！我的妈！ 你吃不吃嘛？不吃我扔垃圾桶了。来吧，展示。人生短暂几个秋，大风吹来把袖。你别笑。 好了，别生气了。除了那么多，吃点阿飞和巴蒂一七二冻干犬粮补充体力吧。它可是老爸抽检合作产品，有两种大小颗粒。你是大黄狗吃大颗粒，480克单独包装的冻干，适口性会更好，还添加561活的益生菌，呵护狗狗肠道健康。是这么急，小心噎着，来喝杯水。 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去重新给你做一份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做的，还没收拾，一堆油污，肉你出去，姐姐要清洁油污了，味道很大，会呛着你。没事儿，你换我新买的威猛先生净油泡泡试试，这个是他家出的新品，你看这简单的成分表，就知道多温和了。它是无醚的溶剂配方，用着不伤手、不刺激，对宠物家庭也友好。关键它比一般的清洁剂溶油更快，这样一喷，静置一会儿，再轻轻一擦，就能变干净，顽固污渍也能快速溶解。 逗你玩的，大闸蟹这么贵，怎么可能给你吃？谁家胖狗这么跑啊？关节不要啦！你最近肠道不好才不给你吃的。再说了，你之前髌骨脱位瘦的追都忘了吗？还好我一直在给你吃麦德氏的鲨鱼软骨素，它是真实鲨鱼提取，吸收好，主要针对各种关节问题，补充关节囊液的同时润滑关节，适口性好，有哥也爱吃。 哥哥对你好吧？厉害吧？
这点肉我们都不够吃呢，还没到你吃饭的时间呢。真拿你没办法，给你吃博纳天成鸭肉你狗粮吧，一整只鸭子都做成粮了。我可真没忽悠你，看这就是鸭肉做的粮食，这是蔬菜冻干，这是肉冻干，又活因子，里头还有鱼油呢。这开着历史下的破鞋厂，出了车祸，被父母说是最贵的爱心有大多数货，做完了主刀医生算得上是他最喜欢，他走到手术台点了一枚骨头糖酸，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快吃吧。你别生气了，这不是为了买车吗？你放心，我最近在瓜子二手车上面看车呢，大平台可靠谱了，人家都卖了超过100多万台了，现在一年一度好车节，每天都有半价车，点我评论区链接参加哦。不可以，副驾驶是给你姐姐坐的，你肯定坐后备箱啊。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